这可是你说的啊！哼，听着，春少有，夏芙蓉，秋菊冬梅，无奈探花郎淘西隐三江。你对得出下联吗？你，哼，这也太简单了吧！嗯，我对你的冬起鸣，夕长庚。 南齐北斗，我本在信手诗人陈文杰。师傅，你的笑容为什么那么怪啊？笑就笑嘛，有什么可怪的？陶西县令败在尿床孩子的手下，想想都可笑。 臭小子他呀，什么都臭，就是有一点不臭，那就是他对对子，他能对遍天下无敌手，就连那个坏婆娘也是他对对子迎来的呢。是啊。小神童，在下不拆冒昧，我出个谜上联，你对一下如何？哎呦喂，难得师爷有如此雅兴，好吧，我奉陪。哈，在下的对联是。 坐也坐，行也坐，立也坐，卧也坐，打一动物。师傅，臭小子他到底想说什么呀？小和尚想不出来。是青蛙。那我做你的青蛙王子，好不好啊？嗯，哇。 哇！别傻笑了，猜不出来，你就是那假冒伪劣。我猜，师爷出的不是对子谜吗？我给他出个下联，也是谜面。我的谜面是：行也卧，立也卧。 坐也卧，卧也卧，外加个横批，我吃你。师爷，我对的如何呀？在下甘拜下风。告诉我们谜底什么？嗯，态度这么差劲，不告你们就不告你。告诉我们嘛，说吧，说吧。师爷的谜底是青蛙。 居然不是老虎坐在地上吗？呱呱呱！哎，对对对对对，我的谜底呢是蛇，蛇不是总长长的趴在地上吗？哦，外加个横批，我吃你，一双关，一首蛇吃青蛙，二是我赢了师爷。嗯，师爷不是出了个对子谜吗？我也出个字谜，让您猜猜看。 大家也都可以猜这是个什么字。哎呦，猜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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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猜
对不对啊？如果是个甲字呢，少了这半点还是引字；如果是个君字，就把这个口扔掉，又是引字；如果是个一字呢，就把这个单立人去掉，还是引字。嘿耶！看来这小子是十岁神童陈文杰，咱们不便得罪。以在下的意思啊，还是把他放了吧。放了？哎，放。嗯，好啊。
虽然啊，你一再的咆哮公堂，辱骂本县，真是罪不可赦。但是本县一向心胸开阔啊，这个念你年岁尚小，又有几分才智，是个可造之才，本县不再追究啊。以后回去要好好学习，做个好孩子。不，虽然我是天才横溢，但我还是没有足够的证据能够证明我就是真正的十岁大钦差，所以按照大清的例例，你应该将我暂押班房，待申报上司，查明身份后再行论处。你个臭小子，这可是你自找苦吃的啊！哼，等过些日子圣旨一到，你就知道是谁自找苦吃。哼，你来人呐！再把他关进班房，推他。是，走走走。嗯，师傅，我们也进去找臭小子吧。哦，不要。心远，咱们先回去，然后再想办法。哦，好吧。人都已经走了，还看什么呀？我们得另外想法子。我的判断出现了错误，石公主并没有跟陈文杰在一起，我们在追着心远小和尚也无异于缘木求鱼。你说的对，徐公公，你先把我的穴道解了再说吧。他竟敢点我的穴道的，他快走吧。哎，老老爷画的可真好看呢，红红绿绿的好漂亮，这画的是什么呀？我在画皇上的乾坤扇。哦，乾坤扇。对，这要是卖不出去，这扇子可就全糟践了。你这人呢，这搁在家里也是搁着，给老老爷画画画练练笔，这也拍个用场啊。哎呀，刘老师，刘老师啊，所以说你不如包子西施有见识啊，我保证你的滞销扇子马上变成抢手货。这都立秋了，天越来越凉了，谁还能买扇子啊？看好啊，乾坤扇子嘛，现在什么东西跟皇帝沾上边都值钱的。你呀，就等着收钱吧，等还完了债呢，还会绰绰有余。您呢，就别逗苦恼人笑了。你不相信呐？不信多出的银子全归我，反正我正缺钱用呢。哎呀，好好好，就这么定了，一言为定啊！一言为定，一言为定。哎呀，把我拍成了小白脸了。高高山上一头牛，两个犄角一个头，四个蹄子分八瓣啊，尾巴长在腚后头。腚后头，孟江楼，你又错了，你又错了，你尾巴长在头上面了，你给我喝酒啊！来来来，喝喝，慢慢。哎呀，哎呀，来来来来来，继续啊，继续，来来，完兄，不能再喝，说正事儿。你混江龙也能有正事儿，准是想叫大伙儿帮你去捉奸讹几个小钱花吧。这回可不是小钱，这回是大买卖。皇上有一把乾坤扇，听说过吗？乾坤扇？皇上有没有乾坤扇关你混江龙屁事儿啊？就咱俩这点本事也想到京城皇宫盗宝，那不是狗钻茅厕找死吗？哎呀，不，这乾坤扇呢，它不在京城，皇上临幸石泉县的时候，叫青莲门和光堂堂主徐莲给抢去了。混江龙，你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啊！我可没时间在这等你卖关子。这乾坤扇子上面画的是江山万里图，实际上呢是一幅地图，破解了以后就能找到大清王朝的宝藏。此事当真？当真，真的不能再真了。江湖上各路豪杰已经闻风而动，垂涎三尺要抢夺乾坤扇，就连所谓什么名门大派
野蚂蚁赶蛋一样扑奔过来抢过他，你说这事能假的吗？石泉河是咱们的地面，可不能让他们横插一杠子捡了便宜去。嘘，哎呀，知道了。哎呀，老老爷，发财了，发财了！是啊，哎呀，发财了，发财了！哎呀，发财了，发财了！哎呀，没想到啊，这一堆要扔的货能卖这么多银子，这包子铺也保住了，咱老两口也不用再溜枪根要饭了。哎呀，哎呀，早知道这么好卖，一把扇子咱们要他20两银子多好啊！哎呀，10两银子已经是天价了，你还不知足？要不是老老爷在扇子上画上万里江山图，写上乾坤扇3个字，烧火都蒸不出一笼包子来。是是是是是。哎呀，这事也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呀，好多江湖汉子连价钱都不问，像抢似的呀。哎，本城人也跟着抢购，没买着的还抱怨呢。哎，包子西施，咱别开包子铺了，改开扇子铺吧，又挣钱又省劲儿。你没发烧吧？老老爷还要去找儿子呢，谁跟你画扇子面啊？是是是，不是你的扇子值钱，是老老爷的字画值钱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不说了不说了。这样吧，这堆归我，这堆就是你的了。哎，太客气了。哎呦，哎，太客气了。哎呀，太客气了。发财了，发财了，是啊，是啊，发财。大人，小的把小骗子带来了。来了，去。小骗子，刚才大庭广众，本县不想与你争高低。现在在我的后衙，我提一个上联，你要对得上，就让你提一个愿望，酌情答应你。你随便出，我随便对，陪你玩玩。听好了，好男儿要习文练武。哼，小菜一碟儿。真才子会行令划拳。哎，大人您看啊，您这上联和气呀，这小骗子下联俗气，太俗气，不过也算凑合着对上了。对上了？哎，对对啊，读书习字。推背换盏，五经四书百家论，偷取三花二锅头，朽木不可雕也，美酒也能醉乎？一派胡言！两坛老酒，你答应过我，对上一联可以答应一个愿望，想耍赖吗？你有什么愿望？哼，我的愿望都在对子里。对子里有什么愿望？就你这傻样还能当师爷？嘿，你我的下联连连不离酒，我想喝酒了。黄嘴鸭子没退镜，你还想喝酒？现台错矣，古人有云，古来圣贤皆寂寞，唯有饮者留其名。本钦差善饮，才子本色，何足怪哉。师爷，带他找个酒店去喝酒，喝完了以后让他打扫县衙，要是偷懒儿，给我打。是大人。小骗子走吧。银子呢？带足了吗？带足了，走走啊。投钱带路。走。嘿。我要对倒你，我一定要对倒你！我是天下第一才子，我是天下第一疯子。不，我是第一才子，我是第一才子。师傅，你说臭小子他在搞什么鬼啊？这么好的机会他不走，非要自己找苦吃。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是他找到了徐莲的踪迹了吧。哦，有可能，桃溪县令他不是个好东西，他很有可能折磨臭小子，让臭小子受很多苦。小和尚好担心啊。对了，师傅，我们有圣旨，有圣旨我们就不怕他了。那你怎么不早说，快拿出来。哦。圣旨到。哇，师傅完了。圣旨上的字完全都模糊不清，都怪那个疯丫头把小和尚淹在石泉河里，把圣旨都淹坏了。人家要是不承认怎么办呀？心远别急，师傅还有一计。
我听说尹三江的娘患了眼病，我明天扮成郎中去看他娘，给他看病开方子，通过他走走后门，让尹三江把臭小子放出来。哎呀，那多费时间呀，我和师父不如打进去把臭小子给抢出来不就完了吗？你没看到县城里有多少个人虎视眈眈，都要从陈文杰身上夺得乾坤扇吗？可他们为什么按兵不动？因为他们都怕得罪官府。哎呀，小和尚已经学会108种绝世武功，不怕再遇上他们了。心愿，你要记住，以后行走江湖，切不可自持武功轻视天下。向来都是好虎架不住群狼，阴谋伎俩，防不胜防啊。小和尚谨记师父教诲，修身养性，凡事小心，不再好勇斗狠了。属下参见掌门。陈文杰到了桃溪县衙后情况如何？回掌门话，陈文杰身上没有带圣旨，所以他无法证明钦差身份，因此他主动要求寄留在县衙。文杰为什么要留在县衙？心愿近在咫尺，为什么不拿出圣旨解救文杰？属下也为之困惑，已经派人前往查访。郭堂主，另外你派人设法将陈文杰的处境通知给陈青云，让陈青云前往营救。属下遵命。你好啊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哎，你好，来了。啊，不错啊！哎，你好！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！啊，哎，你好！跟我斗没门了！啊！饶命，饶命啊！没钱了，没钱了！误会了，我们只是奉命来告诉你，陈文杰的下落。啊！是的，是的。早说嘛！早说呀！哎，行了，行了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祖传三代名医，专治疑难杂症。祖传三代名医，专治疑难杂症，包治七窍流血流脓。哎，要是治得好啊，你要给我银子。啊，治不好，你还是得给我银子。专治疑难杂症喽。祖传三代名医。哎哎，郎中。哎，郎中，祖传三代名医，包治七窍流血流脓。哎，你是郎中？县太爷，久仰久仰。哎，我问你啊，这流泪不止的病你会医吗？哎，这你可找对人了，在下专治疑难杂症，不管什么病啊，要望闻问切。我不敢吹死人能救活，白夫生白骨，但是自从我出道以来，妙手回春治病救人悬壶济世，那也是誉满杏林呐，当事人称赛华佗呀。哎，你不是卖狗皮膏药大力丸的吧？你吹牛吹破天了你！吹不吹要试过才知道，我可是祖传的三代名医呀。哎，手到病除，除阴之外，你还得给我红包。红包？好，你若言不副实，我可要砸你的牌子，打你的板子。啊，县太爷真会开玩笑。进来吧。来。哎，娘，来来来来来来来。嘘。哎，娘，娘，去去去，走走走走走走走。哎，娘啊，这回我可是给您请来的江南名医赛华佗。这是我娘，万人迷。
哎呀，这个老夫人真是驻颜有术啊，就像30多岁。我娘刚满30，是先父的继室。她是苦志守节，是我把她接到衙内奉养的。哦，小老夫人，那就扶夫人这边坐吧。哎，行，我给她把把脉。好，娘，来来来。哎呦，娘，你别怕。哎呦，你别怕。哎呦，娘没事啊。哎呦，娘没事啊。哎呦，哎呀，哎呦，娘。大夫，你说我这病能治好吗？嗯，这世上还没有我赛华佗治不了的病，你吃了药就会痊愈的。大夫，你真好。医者父母心，夫人的病好了，大家都好。我赛华佗这副药看似平常，但这药引子非常奇特珍贵，极难寻觅啊。我桃溪县地处天台山，什么样儿稀奇古怪没有啊？是天然的药库，你尽管开来。不知龙耀县太爷可否找得到啊？龙。那可是传说中的神物，谁都没见过。你让我上哪儿找龙尿去？哎呀，我赛华佗怎么会拿那种子虚乌有的东西难为患者呢？这龙尿没有，人尿总有吧？人？哦，你是说属龙的人尿的尿？哎，那有有。哎呀，不对不对。哦，大夫，你要的是蛇尿吧？蛇就是小龙啊，蛇也不够珍贵。我赛华佗要的可是真龙天子尿的尿。哎呦，这本县位卑地远，够不上当今皇上，如何搞得到龙尿啊？我要嘛，我不管。你不是号称天下第二才子吗？这点小事都解决不了啊！哎呦，我的娘哎，这比真龙尿的尿还难，难于上青天。这我真没办法呀，我。哎呀，人在世中迷，就怕没人提呀。大夫，请指点迷津。若能把我娘的眼睛治好，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。贵县班房里就藏着龙子龙孙。班房。哦，你是说那小骗子就是当今皇上的私生子陈文杰？嘘，小点声，不要信口开河。哦，心中明白就是了。下官明白，下官明白。哎，来人呐！来人！在。啊！你快去把班房里的陈大人请来。啊，陈，就是那小骗子陈文杰。哦，好，快去。气死我了！我今天非打死你不可！快跑！嘿，小兔崽子，你还想跑？给我，给我吧！疼死我了！哎呦，跑！小你跑！哎呦，刘八头，你干嘛打我？哎呦！我不打你打谁啊？你个小兔崽子，你把尿全尿我嘴里了！我今天一定要打你！哎呦！刘八头，你不知道，我在实权当知县那会儿，吴班头还特意喝过我的尿呢。赞美说：“甜如甘霖，纯似玉液琼浆。”我这个状元童子尿，千年难遇，万载难寻，白赏给你喝，是为了报答你上次对我的救命之恩。你不领情不要紧，也不用打我吧？你当我是傻子？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报恩请人喝尿的。更何况我以前根本不认识你。你不要露面了，你忘了吗？上次我被人贩子拐卖，不是你救过我的吗？什么？我从没有见过你，你不要露面了。
我今天非……哎呦我的妈呀！哎呦我的妈呀！哎呦！梁班头，别打了，梁班头！小笨鸡，救救我！别打了，老爷要接龙娘给夫人治眼睛。我愿意打谁就打谁，你管得着吗你？老爷要接龙娘给夫人治眼睛，听见没有？夫人特地要喝我的尿呢，白赏给你喝，你还不喝，恩将仇报，禽兽不如！你少贫嘴，快去！哼，我被你吓坏了，去不了了。哎，小伙祖宗，我背你还不行吗？啊？不行。哎呀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明天我请你喝酒。啊？啊，这是你说的，不让我喝足了喝好的，没你好果子吃。是。行，转过去趴下。快点啊，小背心，我腿软了，垫我下。快点，真麻烦。来，梁文涛，起来，别起来了，这边，就这么走吧。这边，哎，好，快点，哎，娘，您喝了俩啊。哎，娘，怎么样？三江 啊，我不流眼泪了。哎呦，好，这赛华佗真是名不虚传，你留他在衙内住几天，接着给我调治。多谢夫人，多谢夫人，在下就住在桃溪客栈，可以随时为夫人效劳。随时可以叫他啊。县太爷，哎，我有一个不情之请。哎呦，大夫，有什么事儿您尽管说，只要我有都可以。没事，哎，都可以，你说。把他放了啊。那好，这恭敬不如从命。你说让我走我就走啊？我可没打算走。哎，陈大人，算我有眼无珠啊！得罪了。你没罪，是我自己要救人救到底，送佛送到西。老夫人不是要龙尿吗？我留在县衙，才能源源不断的保证供应。是这样的啊，头副药用龙尿做引子，剩下的就不用了。哦，对，头副药要引子。哎，不要我也不走。我就要在桃溪县啊等着小和尚用圣旨来接我。哼，你我跟你说啊，县太爷，可否让我和这位小兄弟借一步说话？哎呦，这个小事一桩，小事一桩。我不去。哎，别拉我！哎，你别去。哎呀，你干嘛呀？你还没玩够啊？赶快跟我走！你究竟是谁？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我跟你一个姓，咱们是一家子。我在县衙里还有正事要办呢，你别跟着瞎搅和 ，OK？ 哎，你别走啊，心远还在客栈里等着你，替你担惊受怕呢。怕什么呀？我就是脑袋掉了，也只不过是碗大个疤。哎，哪天让拿圣旨来接我？哼，圣旨，圣旨早在石泉河里淹坏了啊！哎呀，全怪疯丫头，哪天我找着她，一定也在石泉河里淹她个半死。好了。现在圣旨也没有了，可以跟我走了吧？不行，我还有正事要办呢。哼，哎，你，哎呀，哎，师爷，你说这小鬼真是龙种陈文杰吗？这个，哎，他那奶奶的！你怕什么怕？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对，反正他还没圣旨，难说就是钦差。不过，这小子好像是大有来头啊！有个屁来头啊！那不是钦差，你就是小骗子。哎，对，小骗子，小骗子。师傅。师傅，你喝茶。臭小子怎么没跟你一块儿回来呀？别提了，臭小子都快把我气死了。他不认识我，我说什么他都不回来，还说有什么重大事情要办，连累为师被那个万人迷查了一晚上。那臭小子肯定是想到了什么，不然他不会死也不回来的。可是徐莲与衙门有什么关系啊？
我也不明白，也许是臭小子真的太过好胜了，所以才要留下来吧。哎呀，不会的，臭小子虽然他自大，可是他心里还是想着坏婆娘。他答应皇上找坏婆娘呢，其实是想帮他。坏婆娘经常打臭小子屁股，可是臭小子觉得坏婆娘是对他好。他为什么会这么认为呢？因为他觉得坏婆娘向他亲娘打他骂他都是为了爱他。那他放了徐莲就不怕皇上追查他吗？哎呀，皇上也不想杀坏婆娘啊，因为皇上觉得判决徐家一事还是有点失误，加上坏婆娘是他媳妇，皇上就更不会杀他了。皇上四擒四纵坏婆娘都是为了想把他感动，所以臭小子认定皇上即使抓住了坏婆娘也不会杀掉他。可臭小子的屁股又得遭殃了。师父，我心里很不安，我想暗中保护臭小子。好。小骗子，你像个六尺狗似的瞎跑什么呀？你吃饱撑着了？你才是狗，看门狗！我本来就是撑的难受，遛弯消耗神，用得着你狗叼耗子多管闲事儿？哎，兔崽子，竟敢跟我对骂，我打扁了你！哎哎、人从来不跟狗一般见识。哎呦我好不容易提来桶水，全让你打翻了，还得重提，气死我了！我帮你提，我帮你提。哎，不用不用。哎，前崖有人敲鸣人鼓了，你快去前崖看看吧，我帮你提。快点，哎、快快！快给我水喝！臭牙，我就不给你喝。臭牙印，给不给？我渴死了！臭牙印，给我水喝呀！快点！不给。臭牙印，臭牙印，给我水喝！你不给我水喝，我灭你九族！叫什么呀？你叫？臭牙印，给我水喝呀！快给我水！这臭丫头。想喝水是吧？有水就不给你喝。臭牙印，快给我水喝！哎，小子，你怎么来了？梁班头呢？哎，梁班头他去前崖伺候升堂了，让我替他送水来。哦，进来吧。啊。来，记着，进去看见了什么不要乱说，你乱说我剪你舌头。我知道，病从口入，祸从口出。我还真不想费力不讨好，怪了人的。你帮我提进去吧。哎，这小子，你还倒会借坡下驴耍赖呀、啊！我告诉你，小孩子说话连鬼都不信。送水去。水就放这儿吧。哈，本神童真是料事如神呐、啊。疯丫头果然也没人要，还没有卖出去，挂在这儿呢。啊！臭小子，我渴死了，给我水喝。哼！我给你送水来了，快喝，快喝！哎呀！哎喂！谁让你给他水喝了？臭牙医，死牙医！等我出去以后，我要杀你全家，灭你九族！哎呦，我早就活够了，我就等着你来杀我呢！啊！那死牙医！哎呀！刘红霞，你的好日子到了，今儿晚上就要婚配出嫁了啊！快洗洗脸，梳梳头，打扮打扮。我不洗，我不洗，不洗，真不洗。我给你洗，我洗，我洗，我洗，洗了。哎，女人呐，就是贱骨头。哎呀，你说你跟着欢喜岭的周老三，吃不上穿不上，有什么值得留恋的？刘红霞，大老爷，小民刘红义有天大的冤情。你有什么冤情？据实说来。小民家住水洞村，有个妹妹叫刘红霞，嫁给欢喜岭的周老三为妻已有两年了。嗯。想必你就是周老三啦，啊，听话听音儿，你大舅哥要和你这妹夫打奸情人命官司了啊！大老爷，料事如神呐、啊，真是包公在世，我的确状告周老三，他把我妹妹谋害了，还讹诈我，向我要人。周老三，本仙问你，
你用什么方式谋害了你老婆的？那青天大老爷，小民冤枉啊！小民老婆前天回娘家，说替他哥哥拆洗棉衣，今天回来，小民就翻过岭去接他，可一直接到他哥哥刘弘毅家也没有见到。我问刘弘毅，他说妹妹压根就没回来，我怀疑他把我老婆藏起来，想溜找人家，换银子花。你胡说！你才胡说呢！我妹妹根本就没回来，一定是你喜新厌旧，见异思迁，有第三者插足。嫌我妹妹碍事儿就给杀了，然后嫁祸于我。你说了一大串，我一句也没听明白。什么第三者插足啊？土老帽了吧？没听过顺口溜说啊？啊？哎，这叫一等男人家外有家，二等男人家外有花，三等男人收工回家，四等男人老婆不在家，五等男人家里有个他，也就是说第三者插足，婚外恋，咱野花，不知你有没有这种桑间谱上的苟合之事啊？县太爷，按顺口溜衡量，小明属于第四等男人，老婆不在家。老婆不在家，不能说她回娘家，哎，或许在别的男人家呢。不不不不不，我老婆不是那种不三不四的女人。对对，我妹妹是贞洁烈女，一准是被周老三杀害了。大老爷，你明断呐！刘红霞，恨我，把你骗来了是不是？哎呦，等你和新主好上了，你还不得烧香磕头感激我？喂！肖阿姨，这县衙怎么还管女犯人改不改嫁？我说你这个小骗子，别竖着狗耳朵乱打听啊！哎呀，小笨蛋，这个县衙和人贩子是一伙的，没看见我被吊在这儿吗？哼，你才是个大笨蛋呢！要不是你拉着我下船玩，咱们能被人贩子给拐了吗？啊！老爷，刘红霞就是那个被肖衙役拐来的女子，关在咱后衙密牢里的那个。大人冤枉啊，冤枉啊，大人冤枉啊，冤枉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大人冤枉，冤枉啊！张老三，据刘弘毅所告，分明是你另有奸情害死发妻，为逃避法律制裁，无中生有，诬陷内兄刘弘毅。痛快一点，从实招来，免受皮肉之苦啊！青天大老爷，小民没杀老婆，小民冤枉。本县就爱听你喊青天大老爷，既然我是青天大老爷，绝不会冤枉一个好人，放过一个坏人。凉馒头，来，继续。是。冤枉，冤枉啊！来呀，用凉水泼醒，收监关押。是，带走。大老爷明察秋毫，执法如山，小民感恩戴德，永世不忘。哼，说好听的不当钱花。刘弘毅，你要尽快找到你妹妹的尸体和凶器，不然的话就是诬告，要反坐牢的，知道吗？退堂。让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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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让开啊！让开！停！师傅，快看，臭小子！臭小子！别叫！注意大嫂啊，听见没有？老爷到了啊！你故意打高点，怎么回事？你快点打高点！走。大人就在那儿。退后点！干什么你？去去去去！仵作，过来。是。你要仔细验尸，据实报来，不得枉法作弊啊！小的不敢，小的不敢。打开啊！是。
女尸一具，30多岁。背部淤青，据所验，纯属钝器击伤。刘红英，是，你认清了吗？那真是你妹妹？我闭着眼睛都能认准，就是我妹妹。妈，你还不哭啊？有青天大老爷，周老三把我妹妹打死，埋在这岭上。苍天有眼，下大雨把尸体冲出来。青天大老爷，你可要为我妹妹沈园报仇啊！啊，本官为民父母啊，这个爱民如子，本官一定为你主持公道。谢大老爷。这哪是女尸啊，分明是具男尸。你这包小孩懂什么男士女士啊，这仵作干了几十年还不如你啊，多嘴多舌。就是你看，喂，咱们大清朝女人裁了发髻，男人剃头发，这具尸体前半拉脑袋瓜是秃的，明显剃过脑袋瓜。地保，你看见了，你说。小人不敢看。那仵作你说，他万一是长了秃疮，那头发都掉了。哎，要不就是凶犯给剃光了。喂，那他这一具尸体总得有血衣和凶器吧？啊，没有血衣和凶器，如何证明是周老三杀了他呢？哎，那个臭小子，你当县太爷还是我当县太爷呀？啊，胡言乱语，干扰办案，张嘴。喂，你敢打我，不怕你娘骂你吗？你大人，你竟敢用我娘来压我！来呀，来，你给我打！是。你，哎呦！打！哎，哎呦！你这混蛋，你敢打老子啊！你混蛋，你敢打我啊！你混蛋，你这混蛋！这地方闹鬼，我的手不听使唤，连我自己都打了。滚你个头吧，滚！睡觉，回房。是，回房。走了。臭小子，快过来！过来啊！四年总让心儿起风，
想把心愿说给你。